繼續收睇我哋《龍的光輝香港回歸大匯演》嘅更加精彩嘅節目，我哋陸續奉上。冇錯。跟住落嚟咧，我哋就有阿劉德華同埋咧內地嘅一班嘅舞蹈員同埋锣鼓手咧合演一套氣勢磅礴嘅锣鼓演出，係嘛？冇錯啦，有大中細咁犀利添啊，而且啲聲勢非常之浩大啊！嗱，除咗打鼓之餘咧，劉德華仲會好用心咁去演繹呢一首《中國人》嘅。咁據我所知咧，就有啲飛龍咧第一次喺香港出現噶嚇。咁啊，飛龍嘅出現咧，象徵住喺未來日子裏邊啦，中國會帶領我哋香港一飛沖天嘅。冇錯，哇，犀利啦！好啦，咁啊，馬上咧為大家帶上劉德華非常有意義嘅《鼓舞飛騰慶回歸》
呀，闯了多少梦。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是笑容。我劝你山川河月像是一首歌，无论你来自何方，将去向何处，一样的泪，一样的痛，曾经的苦难我们留在心中，一样的钟，未来还有梦，我们一起开拓，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呀，闯了多少梦，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是笑容。八千里山川河月像是一首歌，无论你来自何方，将去向何处，一样的泪，一样的痛，曾经的苦难我们留在心中，一样的血，一样的钟，未来还有梦，我们一起开拓。好精彩啊！哇，好精彩啊！嗰啲古诗得意啊，嘣嘣嘣嘣嘣嘣几齐啊！嗰啲，不过咧新闻部嗰啲最新关于特区嘅消息，我咧一齐去睇睇。新闻部唔该你。各位观众。